前方通过一些渠道传回来的消息是，我们的人员都是安全的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每个海外的市场是储备了3到6个月的这种防疫物资的，包括这个应急的食品、水，还有这个应急的药品，包括这些防疫的药品是充足的。目前呢，在他们这个侨胞呢，就大概有1000左右。